今行くから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。好的，来往我们的浩源。OK， 今天是几月几号啊？九月六号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我在幽兰。玩我们这一款浩源也一个礼拜了，一个礼拜了。哇，编码过载啊！等一下我的那个 OBS 又挂掉了。好，我还在那个第14章啊，主线。不过今天有打了一下，有打过了。我们来看一下，今天就来抽卡。打谁啊？有够难打了，打这个鬼幻哦，鬼幻好难打哦，他又会叫分身什么的。然后有时间限制，然后我好不容易打过一次，然后又派出三只怪来追杀我，摸一下我就死，再跑给他们追，然后又重打了几次，所以那个有点难打。时间不够的原因是因为我的主力就属于那种，奶妈回复型的，就是大家去改一下配置啊，奶妈嘛，肉盾嘛，然后这个也是辅助啊。没什么输出，我就改了一下，就改这种有这种纸卡的角色，有没有？打起来比较痛，这样打比较快，但是你会比较危险，因为你就没有盾啊，没有回血啊。反正你卡关的时候就是要换组合啦，有时候要换组合。那今天的战力是7400，昨天是7000嘛。已经有点卡战力了，已经有点卡战力了，没有像之前练那么快。然后功能的部分没有，我今天没有开新功能，像这个还没开。昨天开的是悬赏通气嘛，这可以扫荡啊，只是扫荡有时候会失败，那我人就死光光了。这边有这个。快速战斗，他这个有快速战斗，有人就死光了。好，今天应该没什么新东西哦。哦，这边也没委托啊。哦，联盟委托，停一下这个联盟的硬币啊，联盟硬币也是要去换东西而已啊，这也是要去交换手换东西。联盟铸币可以换一些爱心好感度，这个联盟应该不会又踢我了吧？第一个联盟把我踢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他们好像要加那个赖群吧？好像我看他要加赖群，但我没理他们，跟我没有加赖群就把我踢了，很正常啊。他们要加一些活跃度高的，大家联络得到。好，我在哪里啊？我是新人吧？好，我在这里。家门名声是指等级啊，我的家门就是我们的等级。我现在20，我看有人25啊，你看这个26。好，大概就这样吧。今天没啥新东西。这几天战力都是冲这个星座，就是要去做这些任务。哦，再来就要16章才会再开了，你就要16章才会再开了，应该是啊，要完成这些任务才会再开这些任务。然后今天打那个 boss 的时候，
这种 boss 的时候，打太慢了，伺服器进不去，然后伺服器二没人要打，不是没人，人太少，就打不动。而且今天感觉明显人比较少，就是好像已经到了一个退坑的一个时间点了，玩了一个礼拜，觉得人好像变少了。我觉得这个游戏的难度偏难一点。我之前玩那个克罗尼科克呃魔灵召唤克罗尼科战记，其实跟这款也有点类似，有点像。但它的魔灵是可以跟在身边的，可以带三只。然后它的组队系统比较好一点。那我们这个游戏的组队系统很烂，我觉得很烂。比如说我要打这个野利首领。以那个款游戏来说，是你只要进度，对不对？它就自动帮你匹配，自动帮你三个人组队，就是很简单啦。那我们这个游戏它的缺点就是要喊，你开组队要喊，很麻烦，就是有人懒得喊啦，懒得自己组队啊。我觉得是这个游戏的问题，这样会导致那个人会越来越少。今天明显的人变很少。我有感觉到今天人比较少。好啦，就闲话到这边吧。来，英雄招募吧。我目前没有毒凤，所以我来抽一下毒凤吧。我们看一下这个。哎，我都开了是不是？你看毒的还没开。所以我要来抽一下，要幽兰或是那个昭明啊，昭明就是毒凤，我没有嘛，所以我要去抽一下。我只是要开图鉴而已的。然后那个几率在这边，幽兰是0.12%，昭明是0.12%，都很低诶、欸，我都很低。他们就这个卡只有两只。只卡吧，跟之前天境犬比起来，天境犬就比较高一点了。30片碎片也是1%，这个0.25，然后这1%，那他们就两只就分掉了。所以还有一个方法啦，就是保底券换出我再抽。我来看一下保底券。就是你会有，你一直抽200抽会有一个保证券嘛？不是保证券，这个是选择券，你可以选择它，这样就可以开那个图鉴，开那个活动。所以我先开好了。这样才可以开那个活动啊！如果你想这样抽了，因为那可以回馈啊，回馈那个资源还你。瑞和浪，土门客栈老板，我不认识他哎。水属性攻击型，哦，new 的，好，我们来用这个昭明啊，毒凤。开好玩的，开好玩的，不用想太多。比方说你要超越一啊，超越二啊，什么跟什么的啊，哎呀，无所谓了啦。花语乱舞，毒凤昭明。啊，你看我这样就开了，对不对？这样你要抽之前有没有？你就可以这个反馈一些给你。80抽的话是十、二十、四十这边，至少可以到这边，才十个好感度，有点低了。三凤会，OK，那这个没有了，然后这个没有，然后这边有 special 的，我们卷这个是要钻石，这个我有15抽诶、欸。
这我有15抽耶、欸、刘恩哦，四花暗属性的哦，跟这个火凤，这个我今天抽了，好，来个80抽吧。其实我们这个游戏玩一个礼拜多，也都300多抽了吧。我们自动开好不好？比较快啊，有新的就会跳了。嗯，我怎么突然抽到天境拳在这边？太扯了啦！我保底券才刚用掉而已。我如果保底券选择券刚留着的话，我就选天境拳啊！这都是马后炮。哦，哎，这个是毒属性的铁胃，不是铁胃啦，肉盾。所以我竟然抽到天境拳，真是的啦！开血手没有毒草居士，嗯，不错不错，我可以组一个毒属性队伍来玩。先开一个，自动开启，没有。40抽啊，没有啦，我刚已经欧到一只了，对不对？50抽，结果我抽这个卡池还抽到，奇怪，真的奇怪。好，新角色，水属性的战略型，这些角色技能我都不知道啊，你都要自己研究啊，或者是看人家有什么推荐的。我几抽啦？是不是60抽啦？逍遥派堂主，毒属性战略型，唐离月。哦，我抽到毒凤了、欸，他、啊、那个不是毒凤，火凤。他、啊、那个毒凤跑去哪里了？我应该没抽错卡池啊，各位，我没抽错卡池吧？今天算欧了哎、欸，今天算欧了呢、欸。对对，60抽了，今天很欧哎、欸，抽到两只哎，那个几率超低哎、欸，大家知道吗？我当了欧洲人啊，今天的我。是欧洲人啊，70抽了嘛啊，来吧，最后10抽，80抽，干掉了，我的召唤券干掉了，我们要来退坑了，来吧，没有，这个马强将军抽到好多、哦，太饿。好啦，这个一般的而已啊，这个是特殊英雄。然后好感度管理全部招聘，这只也是新的哦，金刚力士，雷属性守护的，开图鉴，天境拳，刺刺熊。来看一下我的天境拳，天境拳不是这个啦，先看一下活动吧。活动我们刚可以拿回一点点东西啦。哦，拿完。然后为什么他可以？哦，我有30片他哦，一定要马上选是不是？那我也不知道要选谁啊，我选。选这个好了，
因为你三十三十啊，算了啦。因为你三十三十三十，你最后会差十片。这个你一直抽到后面，它也会保底啊，选一只啊。然后如果我一直抽这个暗属性的话，我也是可以一直拿这些有的没，但是我就放弃耶。所以你不要像我这样乱抽，你就是专注一种属性。我只是想要抽毒凤来玩，但是没抽到。但我保底券换他了，选择券换他了嘛。我这个没办法超越啊，因为我只有一个而已啊。然后这个可以吧？我们这个火凤，刚不小心抽到，呵呵，我这个超越二了。因为我火凤，我一开始也是抽了两只，直接超越一，好吧，就毒凤跟我无缘，也没有说无缘啦，就是已经换出来了啦。我们要让它在前面一点的话，就是那个这边要弄一下修炼场，但它没有超越啊，没有超越会比较弱啊。有没有？我都把那个紫色的放前面一点，这可以取消一下，反正现在五分钟就回来，我的档位很多啊，现在五分钟很快啊。五分钟就可以补回来。毒属性明天再来玩好了。我现在有毒凤嘛，然后肉盾嘛，那剩下的要看他怎么搭配。好像没有奶妈欸，没有毒奶，没有毒属性的奶妈欸。好，那今天就玩到这边啦，祝大家好运啦齁。虽然我抽了那个毒属性，但是来了火属性跟暗属性的两只，各一只，算是也算欧了吧，我也算欧了。这边有一些故事啊，我都没有玩，这些故事也是可以玩，也是可以拿到他们那个好感度的，有没有？这边还是有好感度的，这个就要花时间玩。我只有玩这个而已啊，一开始就玩这一只，这一只是红飞，从此就没有用过它了。好的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期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